因为它如果你用窄视频的话，也画面的有一边是黑黑的。哦。红哦，香蚕香用这个写法就好，香蚕啊，安尼过来对不？啊，香蚕啊。这么大。玉坛秋玉，给它这样就好。小小。对。瘦瘦。哎，玉坛。因为你让它有宽有窄会比较好看，会比较有设计感，然后这样过来拉到这里来，秋啊，还是在中间啊，好，清解清，我们写这个就好了啊，清啊，清解哦，草书哈，清解罗伞罗，我们就写窄一点，因为它笔画很多，罗伞。按过来，我写一，点就可以了。清解罗伞，独上兰舟，独这样过来，重一点哈，这样过来，独，上兰舟，兰这样写，所以你这个几个字啊？59个字。哦，59个字，恐怕还拉长快一点，独上兰舟。云中随即景出来，云中好，好嘞，对不对？云，好嘞，外在内，云中，好好，好来，随即景出来，随，拉开，即随即，好，景书，景，我是下面叫景书啊。他们那时候的信就是锦书啊。哦，就是用那个绸布写的嘛。哎，以前哎，那个信笺啊，叫做锦书啊。因为我看那个大陆剧啊，不是，圣旨也是用那个锦书来啊。再来是燕字回时，燕字回时，好，燕这样写往外。一二啊，一二燕给它字连在一起。燕字为什么？因为它寄来的意思啊。燕字回时哈。好嘞。一二回时啊，阿来过来。重一点，它就往外。好，燕字回时。月满西来。好，这句话最漂亮啊。对啊，下来就真的是很伤心的。满啊。好，对不对？西楼。燕字回时，月满西楼，再来。然后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枕相思两处。好，花可以这样写。花自飘零。好嘞，好。花自靠家来。飘在这里。然后从外，在内，好，零在这里。快字飘零哈，水自流，水，这时候就不要写草书，流，好，快字飘零，水自流，再来，一种相知，两处闲愁，一，一种，好，种有时候写成同了哈，也是可以的，一种，可以通吗？哎。可是信就美丽不在的时候就通了。国文老师不在。一种相思，好。两处闲愁。两是两，这样过来。两处哈。他有时候比较执着。好，两处闲愁。闲。所以你不爱做台北就是安尼啊。闲啊。都较随便啦。没有啦，他一个性啊。闲愁哈。此情此情无计可消除。这样过来，有时候会。此情，好。无计可消除。好嘞。好，无计。可消除。好，来交
除。除。OK， 消除。消除。好，刚才，好，刚才。好嘞，好啊。我老师那个顶下。最后是卖强的那顶下。消除啊。嗯。财下面，财，安尼对不对？财啊，然后点啊，棉，安尼过来，啊，从这里过来，棉头，哦，嗯，线上心头，嗯，线上，嗯，心头，心头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要稍微灵活一点点啊，一二三五二，啊，先上心头，好，上心头，嗯，然后呢，理清照呀，上来，理清照的，一剪没有，嗯，哎，你儿子现在在哪个工地？在青埔。新埔哦，在桃园哦，嗯，对，哦，这没影哦，对啊，这样好了，人家找不到工作，你们太忙啊，哦，对啊，他跟我说妈妈，我十年不会没工作，我这后面就不用写了嘛，哈，哎，不要，一剪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肉肉等啊，嗯，对啊，好，那就两个印章就好。哎，好，暂停啊。还要录哈。好，这个比较不吸水。这个，哦，你说这个纸啊，哎，对，它还的比较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他怕资料并没有太好啊。这个纸料没有很好啊，这个是很普通的纸，但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写，你看看那个墨色蛮漂亮的，嗯，啊，它不会随便晕啊，嗯，有没有？对，比较够晕的。好，看一下哈。好。所以有的好写不好写跟纸料哈，不一定有关系啊，因为它纸料不好，但是它处理的让你在。书写的过程中很舒服，这926是蛮不错的。嗯。啊，所以伪抓，因为质量很好，但是那个就是不好写啊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所以要挑，可能我们如果你要创作，当然质量好一点的，嗯，啊，你要练习，当然那个好写一点的。嗯。两个就是稍微平衡一下。好一点的吸墨吸的